我覺得和解在後的 NG 王呢就是 Ivy。因為咧套劇入邊咧好多人都好好笑啦，例如咧嘉琪啦、恆道啦、同埋 Sika 啦都好好笑啦。我成日咧喺佢哋爆肚嘅時候咧都會忍唔住焗蟹，所以大家咧喺睇 credit 嘅時候咧可以睇埋啲 NG 片。係應該頭幾集嘅恆道要講潮州話，即係佢講得實在太好笑啦，真係忍唔住咁樣，因為佢會講到好似廣東話嘅一啲字，即係每次咧諗起嗰啲字我都覺得，中意講緊乜嘢啊咁樣。出世之外谷攰攰，佢好认真、好努力咁样去做啲好搞笑嘅嘢，就觉得好搞笑。和解在后 ，NG 王我咯，渣咯。最近一次 NG 系咩场景？其实系喺调解中心里面最多嘅，跟住因为好多好熟嘅演员一齐，咁变咗就大家都。講完劇本要講嘅嘢之後就開始玩啦，咁於是乎就會成日都唔知講咗去邊咯。啊，仲有律師嗰陣時候，喺法庭嗰場戲咧，嗰啲對白好艱辛啊，跟住又要演戲嗰度就都，同埋已經通咗兩日頂，那個 NG 得好嚴重。如果再數落去 NG 王嘅話，咁當我同嘉琪走埋一齊嘅時候 ，NG 王就會變咗係 IV 啦。因為我哋真係好煩，成日都玩，唔好意思啊 ，Ivy。佢喺度問我咧，有冇做過割包皮手術？你咪答佢有咯，坦白啲啦，定係未啊？關事咩？關事好緊要啊，觀感。做咩？和解在後的 NG 王一定是 Vania， 冇可能，一定是你。是因為咧，佢成日都忍唔到笑，同埋唔記得對白，唔係，跟住做錯表情，係啲戲錯曬，導演 turn 唔到。係你忍人哋笑，我覺得呢個係好唔專業咯，我覺得太過分啦。其實我係認同 Vania。咩啊？嚇？NG 王就係你啊！你係令人 NG 王。OK。係啊，即係所以本身冇問題。啊 yeah， 所以去到最後和解，最後 NG 王都係 Vania。有一場戲，我要做一個反應就係俾佢嚇親，跟住咁我同導演傾咗就話啊，你想真實反應定係戲劇啲？咁佢就話試一個真實反應先咯咁樣。跟住嗰個反應一做完之後咧，咁佢忍唔到笑咯已經。即係成個戲做唔到。係啊，但係因為第二 take、第二三 take， 我記得係佢笑嘅，所以請我唔關我事。係啊，之後做翻我咯。嗯。所以我哋大家都係 NG 王。我覺得係佢咯，都係。係。嗯。Ivy 佢都係咯，成日都 NG 㗎佢。我唔知啊，我咩都唔知啊，我淨係知佢 NG 就冇問我。恆仔就佢就叻啲咯，因為佢 NG 佢會扮曬嘢就等先，嗰個位好似有啲唔啱，不如我哋 cut cut 先，等我再諗一諗咁樣咯。所以算了，我真係講笑啫。即係和解在後，邊個係 NG 王？我覺得係沈嘉琪咯。但係我害佢嘅，我成日都 cut 咗機之後，喺一個機器影唔到我嘅情況底下，我成日都俾啲古怪嘅眼神佢引佢笑。所以係我害你嘅，沈嘉琪 ，sorry。NG 王是誰？我覺得呢演戲的世界來說是沒有 NG 這件事的，因為即每一 take 都是一個瞬間，都是一個剎那，即就算那一刻停了，只是那個時間停頓了，即所以即從來不出現 NG 的，即是叫重新來過，重新開始，重新回到那個時空感受那個世界，即做一個演員呢是應該即由心底裡去享受和對手有 connection 的嘛，所以即只是那一刻脫了，即是沒有 NG 咯。對啊，對啊，好好啊，那我說了 NG 王是他。因為他每個瞬間都很 real 啊，每一個瞬間都不同啊，咁所以每一次都不同咯，咁所以係好嘅，好嘅，好嘅 ，handle 好嘅 ，handle 話好嘅，咁樣執唔到嘅，所以 NG 王係佢咯，係
每一次都好深刻喎、啊！大家留意一下佢遞水嗰啲位啊，全部好真情流露咁樣遞水。有陣時即係連我自己都忍唔住笑出嚟。咁但係 as 個角色去笑啊嘛，啱嘅，啱嘅，啱嘅，可以嘅。喺演戲嘅世界係冇 NG 嘅，每一個 NG 都用得嘅。係都係一個剎那，係咪啊？康道唔知康道會唔會剪翻啲 NG 片落去啊？哦，冇，我記得咧有一場，我啲唔知剪唔剪得啦。有一場咧係講餵魚嘅，之後咧我係要笑嘅，但系咧我開始咧笑到咧失控，因為嗰陣時咧我幻想嘅阿祖個樣啊，即係呢個樣咧，即係我就因為我想揾啲嘢引自己笑啊嘛 ，real 啲啊嘛，之後咧我開始笑到停唔到啦，件事有啲不能而笑到停唔到，呢件事係不停喺個片場循環喺佢身上發生嘅，所以都 OK 啊，係咧都係介乎即係自然啊嘛，即係介乎一個角色同。真實情感之間，導演揀得好咯，個角色根本就係佢自己，係啦，睇都笑到停唔到嘅，耶耶耶